员参选，我马上辞去议员，马上，可以马上。如果任何你在四维公园、音乐公园用这种方式说民众都拿到林国春、侯友宜的1000块、2000块，赶快请这个证人，赶快这个证人拿出来，赶快出来。如果没有，身为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，用这种恶劣、卑劣的抹黑的方式去污蔑我，去影响选举的结果，而且还抹黑侯友宜侯总统候选人。侯友宜担任副市长8年，2届的新北市市长选举，所有的选举都是干干净净。今天在我们调查局这边，我不希望我们调查局成为政治的黑手。调查局的任务是要去什么？赶快去打击所有的诈骗集团，哈，打击所有诈骗集团。吴小姐哈，你不实的指控已经请律师哈保留法律的追诉权。我呢，可以拿出这些影片，你的小编也公开的说你的影带是替学哈哈有危险哈，好不好？我不想跟你这样争执，我只针对。我们选举是要选贤与人，讲信修睦，选一个正正当当的人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哈。各位媒体有什么意见哈？你不是候选人哈，我是板桥来，好的。我们有没有？好，我尊重你的发言，大家也尊重我们的发言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议会里面或者是选举，喂，这个我有。法律的律师的也是这个时候，他也说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媒体版就我们报道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大家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好。